府县城，辽县府县城，劳工苦没辙，劳工苦没辙，辽县府县城，辽县府县城，劳工苦没辙，劳工苦没辙。今天怎么样啊？总共有两个重大的诉求，一个就是主要诉求就是请苗栗县政府哈，能够依刑事法案哈，刑事法案，然后告发华龙公司，因为根据监察院他的那个调查报告，华龙公司确实有掏空资产及挪用那个劳工的退休金准备款的部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希望那个县政府能立刻找出那个资方翁永明出来还我们3.01亿的退休金。我想大家也知道，翁永明现在在上海发展得非常的好哈，过着优渥的生活哈。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出面帮我们解决哈。翁家实在是太可恶哈，过着好日子，然后弃我们这些员工于不顾，这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两大诉求。苗栗县政府说实在的，当初华龙没有提列退休金的时候，苗栗县政府劳工处他也没有达到监督的一个责任，所以你这个是政府失职，造成我们这些劳工朋友今天冒着这个30几度的台湾海洋底下，我们为了争取我们的一个权利，我们不惜晒着太阳，顶着这个大太阳来到这里。我只请求县长，在你的任内，你一定要发出面帮我们解决，不然你看我们这些劳工朋友，我们要去哪里申诉？我们已经出来抗争了1-2年多的时间了，可是政府官员大家都退踢皮球，退踢来踢去，也没有一个人真正的可以出来替我们发声。我正好是我们苗栗县选出来的大家长，当初他拍着胸脯说，你们有什么问题尽管找我，我是你们的大家长，有什么难的问题都可以找他。结果呢，他现在自己是缩头乌龟啊，每次出来他就躲着不出来，还说要帮我人民谋福利。当初我现在30几岁就走了，我等一路坐下来有多辛苦你知道吗？当初我小孩子才是小学，我多辛苦，一个单亲爸妈抚养到现在，我就巴不得说等到这退休的时候拿到这60几万的退休金，好让我的生活好过一点。结果呢，这张是什么？上厕所都这张都没用啊，贴到墙壁上有什么用啊？可是我还天天带着，希望说有一天我能拿到我的退休金，让我这时候背叛二辈子有好过。我现在哈，从头到脚都是毛病，我颈椎长骨刺，我脊椎严重的侧弯，腰酸背痛，膝盖爬不上楼梯。先生，我们都知道现在在司法程序，我们不能去干涉司法，很抱歉，天气那么炎热，是不是说请大家为了照顾在后面的老人，劳社处没有诚意要解决我们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就去找更高层级的县长，我们往那县政府走。县长一直都非常的重视，别讲别讲，我们第一站就优先的向我们全国的劳动主管汇报提案，要求修法来帮助大家解决，但是这个部分是由中央的协作部分。
第一个发动要修法的也是我们，真的我们很诚意要帮大家协助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以后也会加快的，希望我们司法单位加快脚步来协助大家，好不好？出来了，不要这样，在这边郑重的向大家致歉，谢谢大家。我刚刚在这边的时候，突然被好几名警察带走，我问他我犯什么罪，他们也没有讲，就说要把我带走，请到更凉的地方去坐。后来其他的人群众看到我要被带走，过来问警察我犯了什么罪要把我带走的时候，所有的警察围起来把我架起来，其中一个1149是不是？他一直握脚勺，一直踹我的头，一直踹我的头，一直踹我的脸。哪一个是1149？对，再给他一点好看。先签了，好，大家小心点，幸福幸福。不要丢七包，七包掉了。把自救会成员啊带离现场，回家吃午餐哦，请尽速带离，否则啊本人啊依法就办。快来自救会，加油！他送到监察院的文还是一样不闻不问啊，我们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好，不过我们下次再来的时候，我们会有更激烈的动作。好，大家继续努力，哈喽自救会加油！